哈哈哈！自由人早就说过，台积电一定会上1000，潮水退了，我们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。所以开487，你在下面点一口，在下面那85。那我教你哦，做到之后立刻往上。我们在做什么交易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云端操盘术，这是最高境界。你那么厉害，你挂499啊？对啊，想说500大胆卡住，不错不错哦，有概念哦。新手就有这么专业，下面点，上面点，下面点，上面点，它会乱刷。台积电一定会故意在1000停住，退5块嘛。那一推5块，它就跳上50，去往上乱挂，啊，一定会撞刷到啊。过了05之后会不会上？我不知确道。定。好，出掉。啊，出掉了。对。哦，不错啊，在下面挂。90会太远吗？挂个，挂这里，挂这里。这里。他用戳价的方式就可以让好期货往上那个 bid 1000，然后 offer 05啊，就多5块钱，他就要多50档。所以你刚刚挂那个99啊。是 OK 的，抓转折的均价，台积电不能一开就1000，然后1005，这样他没得玩。Offer 的挂单80亿耶，好厚啊，天哪！所以我明天一定要回操盘室做单，489对不对？那你挂厉害，你挂09，09好。有没有上去了又赚钱了？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赚钱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才是好事。真的啦！哇，一下又出掉了，这个就叫云端操盘术。哇，自由人印钞机啊！哇，他利用期货先吃完之后，台积电的价格再往上推啊，他只要推一档就收敛价差50点，哇，91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。好，请问他这种，他是要先自己吃很多货才倒得出来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说我们挂下面一点，挂这个。不用怕，他没有过1000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过1000。现在正价差要求哦80点，很夸张嘞。自由人，那你最近会考虑除息的影响吗？没有在管那个。他现在可能会有大概70点。看台积电比较重要，不管美国涨跌，我们都是涨啊。对于价格的波动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每天都很会痛啊。你先下一口点15，然后等一下下面要记得取消哦。好，这个先取消。做到之后立刻往上点，好，这个是极短线的做法。AI 524，你放526好了，5档对不对？999，900多张哦，1000张有没有？他现在在作价，就是要让你看到我是 muscle man， 拎杯都是有钱呀。499有没有？又赚钱了，哇！对，哇。简不简单？来回刷钱，这样你听得懂吗？你学费了吗？学费了吗？有没有看到刚才499？有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刷一排出来，一笔单就把1000块吃过去。那吃过去之后，千万不要追啊，因为它还会再刷下来。我们做了3笔，每笔都有大概20点，20点，就这样吃。小智，我们今天运气不好，台积电被卡住了。在1000跟1005块卡住，然后他拉的是红海，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指数在这里跳空那么高，然后拼命的去空它，不要，千万不要有空方的余毒，不然就会赔钱，不然就会赔钱，好，拜拜，拜。